出过远海的，很难想象船上颠簸啊、晕船啊。那个船是一样，快3米、3、4米，翻过去，摇来晃去的，非常难受的，吐得稀里哗啦的。他们常年都是这样的。海南人操劳的出去换血，流了血。中国的领土，你出来为国的，不在那里杀一美济礁呢，是中国在南沙的战略支点。有外媒称，美济礁特别适合用来建造机场和港口，因为这里紧扼菲律宾海上通道的咽喉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菲律宾对这片中国领海上的礁石就垂涎不已。南海局势比较紧张嘛，好多渔民啊在那儿养殖，以这种方式捍卫这个南海主权吧，想的体验一下，去报道一下。冬季的时候出远海是比较危险的，但是没办法了，美济礁还有那么十几个渔民，他们已经待了2-3个月了，要送补给嘛，鱼要吃的饲料要送过去。慢来，这头好大，来到这边来，到这边。再转过来，一飞起来能飞10几米远，第一次感觉什么都新鲜，很兴奋。船很小，1米7，不到1米8，宽也就是60-70公分。船尾做了一个卫生间，每天上厕所摇来晃去的。很累。今天早上吃什么东西了吗？没吃呢。没吃呢。好多船员都晕船，随行的一个同事呢，已经吐得稀里哗啦了。我就给他削俩苹果吃，吃了也没用，吃完马上就全吐掉了。没有出过远海的，很难想象船上颠簸啊、晕船啊，非常难受的。那个船很破，那是以前的日本的一艘军舰改装的。一路走，轮机长就一路不停的也在修。条件那么差的船跑那么远的地方，确实想想挺危险。出发不久，海上形成了风暴，已经驶离三亚港60多海里，我们距离西沙还有100海里。船长呢和这个轮机长商定，还是继续前行到西沙避风。如果是不及时的把这些鱼饲料送去的话，他们这一年的辛苦都打水漂了。最怕地震，最近给他金钱的台湾的，那鱼都保不住了，保不住了，很难保住了。对呀、啊，23号过了船，从美济礁换班回来，6号开回来，也泡在我们的旁边，也不敢开。18天的时候，还有风浪，轮机长意思说是最好不要走，再等风浪小一些。有危险在里面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大的，很大的，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了，很麻烦了。就这样，就也不行，就对地不灵了。冬季的时候出远海是比较危险的，但是没办法了。